之疑，看来你对领赏会还真是情有独钟呢。那是当然啦，去年我是在幕后，今年是在台前，那感觉完全不一样哦。哇，今天的观众朋友真的很多啊。要筹备像这样大型的活动肯定非常辛苦，对吧？那是当然的，我相信每个活动筹备都是辛苦的，这次的领赏会当然也不例外。虽然过程是辛苦，但得到的是成长和学习。成长？那我不就可以继续长高了？长高？哦，可以长高。不说我了，那说说你吧，你是第一次参加吗？对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领赏会，就以司仪的身份上场了。哇，好厉害哦！你的前辈了吗？前辈吗？是哦。身为前辈是不是应该要送你一个礼物？还有礼物收？等我找找下啊，手上刚好有，那这送给你。哇，这是什么？好漂亮啊。这个是漂流瓶。里面的纸张该不会是情书吧？你暗恋我多久了？不要自恋啦，其实不只是你有而已哦，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手上也有一个，对不对？这个漂流瓶里面的纸张可不是情书，是我们的佛许歌词。哇，那么特别的漂流瓶到底是在哪里买的？快告诉我。那你可不知道了，这可是外面买不到的哦，是我们筹委团齐心协力亲手制作的。好的好的，收到了收到了。那观众朋友们，大家都有拿到这张 CD 吗？有啊。哇，其实这不是 CD 哦，这是我们入场需要用到的票根。这票根的背面有一组图案，我刚刚打听过了哦，把这个图案剪下来后就可以组成一种动物的模型了。据我所知，它其实不只是有一种哦，它总共会有三种。如果你们好奇是什么动物的话，可以看看你们身边朋友的，待会我们的舞台剧里面这些动物也会登场哦。打开票根，你会发现一张小册子。这个小册子里面有这次领赏会的简介和歌单。小册子的背面呢，有一个 QR 码，扫描 QR 码就可以获得今晚所有演唱曲目的完整歌词哦。是的，其实观众朋友们，你们除了可以收到我们精心准备的小礼物之外，悄悄告诉你们，待会儿还有精彩的表演等着大家，观众朋友们，你们期待不期待？期待！哇，说到这里，我都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开始今晚的盛宴了。那我们先到后台做准备吧。好，那我们待会见。心的，我会学着品尝。
谢谢苏敏欣、陈可云、谢文生为我们带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世界公民》。感恩祖国，因为有了祖国，我们才有了现在繁荣安定的生活。现在，请全体肃立，一起唱国歌《Negara Ku》。请大家就坐。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再一次欢迎大家出席2019年博大佛学会绿园佛曲领赏会之《觉有奇》。我是潘瑞奇，我是宋伟威，我们是今晚的主持人。那事不宜迟，让我们掌声有请博大佛学会主席苏隐涵师兄上台致辞。陈俊安师兄，还有筹备指导老师们，然后当然就是在场的嘉宾，欢迎大家出席由博大佛学会绿园佛曲小组所主办的领赏会《觉有奇》。首先，非常谢谢这次的筹委团，我真的非常感觉到大家的用心。然后就是靠近这两个星期，基本上是每一晚不停的训练，然后尽管多么的疲累，都还是继续的坚持着，希望把佛法传递给更多的人。然后在此借用圣严法师的一句话，布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乐，愿大家承担欢喜，欢喜奉献。然后对于在场的各位来宾，领赏会并不在于感官上的刺激，而是我们希望透过音乐、戏剧把佛法的好、把它的感动传递出去，所以希望大家透过这一次的演出可以有所学习、有所成长。最后愿大家幸福安稳和快乐，谢谢。谢谢韩师兄。师兄、领赏会主席陈俊安师兄，还有我们的
指导老师们、筹委们、学长姐们，还有学弟妹们，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参加领赏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2014年，是我大学第一年的时候，透露了年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还记得我还是第一年，那年是领赏会复办，领赏会的前身是天籁之音，可是天籁之音就停办了几年，好几年。然后在2014年，就有一群的这个第三年啊、第四年的学长姐，把这个领赏会带回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从2014年办到今年，就2019年，连续办了6年。那个第一次的领赏会，我还记得我们是在那种拿着 A4 paper， 然后在学生走廊那边在那边做宣传，所以到现在我们今年的宣传有着很特别、很创新的，就好像那个筹委的介绍，还有就是。鼓励到底觉有情 Bodhisattva 这个菩萨精神行六度，它到底里面带出精神是什么？我觉得说一年比一年，大家都做得很努力，筹委们真的是很用心。然后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佛曲还有就是音乐艺术方面，可以带出什么是正信的佛教，什么是佛教教育我们需要的。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佛教是我们生命的教育，那么通过领赏会，我们除了刚才我们的主席有说，除了所谓感官上的刺激享受之外，我们从歌曲中、表演中可以学习到什么，是否能影响到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更有正能量的活着每一天。所以请大家筹委们还有学弟妹和学长姐们过来今天观赏表演， enjoy 今天的表演，然后祝大家幸福快乐，法喜充满，阿弥陀佛。谢谢温丽师兄，也请温丽师兄留步，并移步到舞台中间。振奋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博大佛学校友会代表萧温丽师兄、博大佛学会主席苏颖涵师兄、博大佛学会绿园佛曲领赏会主席陈俊安师兄、博大佛学校友会主席谢小莹师兄上台主持开幕。
请筹委会主席陈俊安师兄致辞。首先非常感谢在场的诸位大德今天抽空来出席我们的2019临赏会之绝友情，掌声送给你们，谢谢大家。这一次的临赏会我们基本上从2018年的11月就开始策划，所以呢从今天是4月16号，所以刚好大概是半年的时间啊。这也刚才主持人有说，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当然这次我们台上面不止3分钟了，也不用担心我们没有花10年功在里面，但是我们赌放了非常多的心血，希望把这个最好的呈现给大家。当然啦，这次临赏会其实它是一个规模不大但是又不小的一个演出，所以呢办起来哦，我们筹委们的秉持着一个非常重要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说，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超人用。所以呢，因为啊，这个我们真是需要相当多一些人力才可以把今天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佛曲盛会办起来。当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面临的许多的不简单，比如说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挑战，就是用这个古装剧来带出这个佛曲的内涵，我们第一次从经典里面摘取故事来把这个，我们试着把这个佛教的菩萨的内容演绎给大家，所以当中真的是非常多的挑战，包括在曲目方面、服装方面、音乐方面、演技方面都需要很大调整，跟以往都不一样。那第二点也非常感恩，就是校友会帮忙，就是这一次的临赏会募款呢，已经找地点这样子，所以非常感谢校友会，也不忘感谢就是这个书邦加佛教会破坏我们今天那么好的场地，来办这个临赏会。本来呢，我们 supposed to be 是在那一个engineering fact 间呢，但是大家就一些问题咯，所以就今天就移来这一边，但是不要紧，还是很开心可以见到大家。那么呢？哦，这张我跟大家介绍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们前天在集训拍的，所以我们的筹委大概就是这么多人，不多也不少，他们今天在现场负责着台后跟台内。这时候就让我想到说，佛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叫无我。无我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可以生可以见，简单来说，无我就是一切的现象皆有起因跟后果，跟没有主宰性。比如说今天这个临赏会就是一个无我的现象，因为呢大家的出席，因为所有人的努力，所以今天这一场临赏会呢才可以办起来。那么了解无我其实跟我们有什么重要性，其实非常重要。无我建立在于每样东西都是因缘和合，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肉体而组成，一个家庭是由父母和孩子所建造而成，一个国家是由子民跟政府才有的组合，所以可以看到说一切现象都是不容易啊。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今天让我们朝向性，为什么了解无我非常的重要，其实一个关键点在于说这个慈悲和关怀，因为我们了解到说我们每一位都是有互，我们都是共存的关系，因为知道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开始去关怀和关心别人。所以呢，了解无我跟幸福有着很大一个关联。其实关怀跟关系在佛教用的词也就是慈悲，慈就是娱乐，悲就是拔苦。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离幸福就很不远。那么在这里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Will Bowen， 这是一个美国很伟大的，他很出名的心灵辅导师。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你可以幸福》，在这本书他谈及到说，在西方国家，当一个人他的平均收入超过一个平等值的时候，其实他不一定很快乐，他反而会开始担心说，我的地位、我的财富会不会开始不见？所以我们可以从西方人的角度去推断说，物质很像不一定等于幸福。那我们再看东方人怎么讲。东方谚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叫钱可以买到一栋房子但买不到家庭，钱可以买到钟表但买不到时间，钱可以买到床但买不到睡眠，钱可以买到书但买不到知识。其实东方人对幸福这个概念很像也不是建立在物质上。那么讲到这边，我想以近期国内一个相当令人惋惜的一个时事来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
泥化学废物污染空气，学生吸入毒气，呕吐眩晕，这是发生在这个应该是四月或是三月左右就发生的一个事件。因为有心人士为了节省某些方，因为他得到某些方便，直接呢就是把这个塑料倒进河内，导致呢相当呢非常多的学生跟中毒。来看现场照片。啊，所以呢，当时呢，就是导致有39个人是入院中毒，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化学肥料，当时这个事情引起了很大轰动。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已经反省，哎，让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大家因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完全的不理他人，你怎么的感受？啊，但如果我们今天知道说一切都是共存的关系上的话，我们知道说这样做其实最后反噬的还是我们自己。然后后面还有更夸张的事情，我们来看下一个。啊，这个是入院的情况，再下一个。啊，那一个时候呢，其实呢并没有发生大家一起共同解决这个难题，反而呢还有人高价收购这个口罩，希望从中牟利。所以我们可以见到，当一个人他不了解我们人都是共存关系的状况下，大家的心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多么的可怕。当我们活在一个都是自私自利一个群体当中，自然的我们其实也会感觉到不安全。所以呢，今天了解无我，跟了解一切，跟了解我们是众生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讲到这边，我就不得不回到说，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主题——觉有情。觉有情在佛教的意思就是菩萨的意思。其实菩萨是因为菩萨他看见，因为菩萨看见众生都是共生的关系，都是共生共存的关系，所以呢，菩萨不把自己当成是自己，他总是把自己放到别人的前面，所以呢，他能够为了众生难忍则忍，难心能心。所以呢，我们每所听到的菩萨，其实并不是指那些神通广大的神明，或是高高在上的神明，其实他是指希望他能够，他指的是一个能够想要和大家一起走出困难，想要帮助大家一个这样子的宏愿的一个人。所以呢，今天我们佛教徒礼拜菩萨的时候，绝对不是向菩萨希求着什么样东西，而是通过礼拜菩萨，我们学习他的涵养，从中开启我们内心的觉正静智行和悲和愿，也就是大乘菩萨里面所说的。再下，大乘菩萨所说的四大菩萨，第一个就是文殊菩萨的智，普贤菩萨的行，观世音菩萨的悲，以及地藏王菩萨的愿。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礼拜菩萨，我们在歌颂菩萨，有这样子的一个涵养，并不是从他身上得到什么，而是通过我们向菩萨学习，启发我们内心的自省悲愿。那么今天的戏剧就很有意思了。我们今天的戏剧正就是为了呈现菩萨自觉觉他自利他的精神，所以我今天非常开心看到有200多位观众在这里，和我们一起看看今天戏里面的主角他怎样从他的生命中演绎出自在暇满的人生。所以在戏剧开始前，我恳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双手合十来歌颂三宝歌，因为有三宝才有今天的龙闪会，因为有三宝才有今天我们能够齐聚一堂，因为有三宝今天我们才能够学习和依靠对象。当然如果不是佛教徒，也请你不拘谨，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欣赏三宝歌。大师。
俊安师兄。谢谢大家，请大家就坐。这里有一项报告，请 PMF 6237以及 PGW 5668的车主注意，您的车子阻碍了交通，请您把您的车子移走，谢谢。是的，我说瑞奇啊，这是领赏会的主题叫做绝友情，你知道绝友情是什么意思吗？绝友情，我有听说过，梵文叫波利萨陀，意思就是菩萨。哎，为什么菩萨又叫绝友情？这可难不倒我。觉是觉悟，也就是获得解脱烦恼的智慧，而友情呢，是指所有的生命体，所以菩萨也叫绝友情，因为菩萨会不辞劳苦，不畏艰辛地帮助所有的生命从烦恼中解脱。哦，原来如此，真的要谢谢瑞奇那么用心的分享。那事不宜迟，让我们一起来观赏筹委会为我们准备的影片，请大家把目光移上大屏幕。
里有石头可卖呀、最近这几年都一直在办的一个活动，它主要是通过佛教音乐和戏剧演出去带出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佛教跟佛法，但是真正的慈悲是否如此，建立在什么观念之上，就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演出去得到这个讯息。之前是写都是关于那些大学生面对的挫折啊和问题，所以这次就想说能不能从古代的角度出发，然后遵循那个经典，选取的风格会比较偏向传统的传统一些，主要是为了配合整个戏剧表演，所以这次的表演内容会有和声，也会有独唱，也会有合唱。花更多时间是去做那个关于收集资料啊，因为毕竟是要从经典里面，所以就必须要符合到真实性，所以就会从经典里面挖找啊这样子，所以前前后差不多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才找到那个故事。找这种古装其实是不容易找的啊，就需要去到处去借啊。之前是有找想要去租，可是发现到其实蛮贵的。制作的过程需要花很多时间跟人力，最大也是有一个独立的船。我叫陈景福，这部戏里面是主要是演公子，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就是一个慈悲的、有爱心的，然后愿意去舍身去救人的一个角色。这次的临场会其实谈不上大制作，但是是一个用心的制作。不管是台前跟台后，我们都花了相当大努力，怎么样把这首歌剧用最好的呈现给大家。希望让观众们通过他的眼睛和耳朵去欣赏这个演出。四一六绝有情，约定你。对，我们约定你，约定你哦。绝有情。
交代我一声即可，我替你买下。我们
还要行20里路才能到达展院呢。鳖肉鲜美，富于营养，怕甲壳，还可以当成药材，是上等的滋补珍品啊，公子。公子，公子，你快看，这鳖的躯壳有道伤口，想必是捕捉的时候留下的吧。公子，公子，那你还要买鳖吗？我就卖你1万好了，要不然我就拿回家煮了吃。好，就照出价买吧。你呀，给他1万。是，公子。谢谢公子，谢谢公子。我告诉你，我家公子是大富翁，拥有无量的财产，他一直尊奉三宝，慈悲心向众生，一直都有普慈鸿悲之德，广济众生。所以我劝你不要再做这带来杀业的工作了。是的，是的，公子有钱就能买鳖，我穷就只能卖鳖嘛。你呀，我们回家吧。是，公子。你呀，前面有条河，我们先帮他清洗伤口吧。愿泰山恶鬼之众生，牢监地狱中之受苦者，能早日脱离其苦难，身安命全，就像你现在这样。真好呀，公子，您的志愿一定会实现的。公子，时候也不早了，您是不是该入寝了呢？确实有点晚了，好吧。你也下去吧。是，公子。你呀，你快去看看，是谁大半夜的还登门拜访？是谁呀？三更半夜还来打扰公子休息。奇怪，怎么没有人呢？这是什么啊？公子，打开门后，什么人也没发现。门外只有一个奇怪的东西。奇怪的东西？没事，我们一起去看看。起来，快起来！原来你就是上次我救下的鳖。可
是这么晚了，你到这里来有什么事吗？公子，鳖乃是水中动物，可以知道水的涨落起伏。如今我已预料知道洪水很快就会来到。什么？大洪水？到时一定造成巨大的灾害。望您赶紧准备舟船给我，到时我会来迎接您度过危机的。原来你预知这里将大洪水来袭，前来报恩，看来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众生。好，妮娅，你快带他去领我们的舟船。是公子。快去吧。好的，公子，跟我来吧。大洪水。等等，如果鳖救了我们，那其他百姓又会如何？我们只想着保全自己的性命罢了。不行，明日我一定要速速上奏国王，善良对策，拯救这一代的百姓。第二天早晨，公子将此事上奏告诉皇上。皇上因为公子一直很有声望，所以听信其言，把大部分住在低处的国民都迁到了高地。妮娅，最后一百姓，你成功到达安全的地方吗？公子请放心，居民已经迁到了高处，而且我安排的人准备了粮食和药物，确保他们的安全。很好，那我们赶紧走吧。是公子，公子，公子！快看，是鳖来救我们了！公子，洪水快来了，快上船，快跟我走啊！好，来。
车了。好。你呀、啊，可以下车了。公子，你先下吧。没事，你先下。你先下。哎哎，我先下。我脚受伤了，我先下。请扶我。我脚受伤了，扶我。扶他吧。快点啊！这可是我们水中之物的后命金丹，可以治百病。如今您的大大的难报，特意把这献给您。希望可以在日后的紧要关头救您一命啊！你的心意就领下。既然您报答您的恩德，请允许告退。我若获得如来正等正觉，一定度你。好的，公子。你呀、啊，我走吧。是公子。公子，公子。我的家园被摧毁了，钱也没有了，您向来慈悲，就分一些钱财给我吧。可是你现在脚瘸，要是我不施一些钱给你，会途中遭人暗算或打抢，岂不就害了你吗？啊，不会的，不会的，我求求你啊，救救我吧！哎呀，顺便是脚，你先起来，起来再说。说看，你为什么活？我让你在宅院里帮忙，每个月给你一些生活费。我会烧水，啊，还会煮几道菜。那好吧，就留下来。真的吗？谢谢你，公子。那咱们都回家。是公子，公子请。小蛇，你怎么了？好的，别哭了，来，先起来。快告诉姐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没有家了。哎，也对，洪水刚过，我看这附近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栖息的，不如就先在我的老窝住上一阵子吧。真的吗？我真的可以留下来吗？当然可以，在潮水稳定后你再离开也不迟。
谢谢何云姐姐，谢谢何云姐姐。我看呐、这洞穴也温度适中，正是我在这里住上一阵子了。这次啊，真的麻烦何云姐姐你了。不客气，我们都是被公子救下的，自当要珍惜这个机缘，相依为命啦。那个狐狸姐姐啊，我可以到处看看吗？当然可以呀、谢谢狐狸姐姐。好吧，那你慢慢看，我先去忙了。小兽受公子大恩获救，得以保全性命。小兽为穴居之物，自洪水后邀小蛇一同居住在洞穴里，无意间在洞穴附近发现一颗金子，所以特将此金献于公子。这么多金子，莫忘不可啊！公子，该洞穴既非墓穴，也非别人家，此金既非抢劫而得，也不是偷窃而来，完全是我们京城所致。我们愿把此金献给公子您啊！如果不要，也是白白被损，对平民百姓无益。可我要是拿来布施，便可使众生得以获助。不也是件好事吗？那好吧，既然你们诚心将这些金献给我，那我就将它收下，拿来布施，救助更多的地方百姓。公子布施为乐的心，是值得众生都学习的。公子，我们既报答您的恩情，那我们就先行告退了。米娅，公子，公子，菜烧好了。哇，那么多金啊！谁允许你碰这些金子？公子，自从上次洪水来袭，我家就被掀了底。您好心肠。就分我一半吧。我不能分一半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钱拿
拿来布施给被大洪水夺走财物的百姓。啊，我求求你了，我真的很需要这些钱。起来，快说，别这样。我不站起来，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不站起来。我真的不能分一半给你。如今，站在有点大厨，每个月都稳定的收入，也不急需用到金子，又何必索取一半的金子呢？你这金一定是盗墓而来，不然就是抢夺而来。你刚刚好对，如果你不分我一半，我一定报官。喂，你这人怎么这样？公子好心收留你，你还诬赖公子。洪水刚过，百姓贫困，我想将这些金拿来平分给他们，如今却被你一个人独吞，不就太偏心了吗？我独吞？哼，我看你啊，一定是想独吞这些金子吧。你等着吧，我一定告发你的。哼，你，公子，你快看他的脚，居然是装的。监牢中什么也没说，只是一心归命三宝，悔过自责，慈心发愿，众生能早日脱离八难，不要像现在这样与人结怨。几日茶饭不入，身体非常虚弱，一直都沉默不语。Thank you.
的人都被自己的贪嗔痴所捆绑着，却不知道唯有佛法方能让他们看清这世界的真相。我们已经尽力了，公主她已经快，皇上息怒，她没有废物。来人啊，传朕口谕，若有谁能救治公主的病，朕将封其为相国，还不滚！查明真相，还我清白的。可是，公主也命在旦夕，国王找的许多太医也是诊治不出病的。到底什么怪病？这有个金蛋，这是别人当初送给我的，你拿去救公主吧。是的。快啊，拿着，拿着，再迟就来不及了。好吧，公子慈悲，我一定上奏给皇上的。好，快去吧。上
皇上，公主在服用金丹之后，脸色立即恢复红润，心绞痛的症状也消失了。相信不出几日，公主定能康复。真的吗？公主真的能康复吗？千真万确，皇上。太好了，太好了，公主终于有救了。太医，赶紧带郑君见见救命恩人。实不相瞒，皇上，那位大恩人现在犯了罪，还在牢狱之中受苦。原来是这样。不行，太医，朕命令，马上去调查此案。是，皇上，臣这就先告退。快去，我此人当真有罪，朕就不封其为相国了。尼雅，公子，公子，你终于出来了，你有没有受伤啊？放心，我没事。我们都很担心您的安危。好在皇上决心调查此案，还我清白。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一直相信乐于助人的公子你一定能度过此难关的。而且我有件喜事要告诉公子。什么喜事啊？公子，你被皇上封为相国了。什么？真的吗？真的。到时候你与皇上一同治理国家，我相信你一定能救出更多的人。我必不负皇恩，救出更多的地方百姓，帮助他们离苦得乐。走，我回家。是，公子。一日，皇上和新任的相国在集院里下棋闲谈。相国，你觉得朕的御花园怎么样？这里景色优美，很适合在这里下棋啊。相国，请。将朕挡。哎，相国大意了，本王将军，恭喜皇上，皇上这是棋高一筹啊！好棋，好棋！朕真是太愚昧无知了，差一眼就错怪了一个一直以来帮助国家和百姓的恩人啊！要不是相国的金丹，想必公主早已一命呜呼。相国，你倒是说说，朕该读何书，怀有何道，而能有天地之人，施惠众生呢？回榜上，读佛经怀有佛道。哎，那佛有什么要诀吗？有的，佛说慈悲智慧。相国，朕明白慈悲与智慧，但这对治理国家、帮助百姓又有何关联？皇上，真正的慈悲智慧是建立于对无常及无我的了解。就如这棋局，
开始的时候皇上是处于下风，但是现在呢皇上却是胜了。反胜、衰败、贫困、富有、快乐、痛苦，这世间没有任何事是恒常不变的，这就是佛所说的无常。Thank you.
像我方才所说，在时间的流动中，无任何一事是不变的，一切都是会改变的。论天地尚且如此，官位爵禄、国家土地又怎能长存不变？原来佛所说的无常，是指这世间的万物啊。皇上，无常你理解了，那就要知道什么是无我。无我，棋桌一去棋，放上茶具，它是茶桌；皇上坐上去，它是龙椅；臣坐上去，它只不过是一张普通的椅子。皇上，这就是世间的真相啊，没有独立存在的个体，你我他都只是组合而成。你我他都只是组合而成，这明白了。原来佛陀所说的慈悲与智慧，是需要建立在对无常及无我的了解之上。唯有了解了无常及无我，朕才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位众生，这样就不会分别对待。相国真是博学多才啊！皇上这是过奖啊。好，朕明日就下令将国库里的财物布施给有需要帮助的平民百姓，帮助他们脱离苦难，离苦得乐。太好了，相信皇上一定能成为贤明的君主。好。好，于是皇上学会了布施的美德，勤俭治国，国库也没有像以往积财万万，他经常布施于平民百姓。皇上对鳏寡孤儿就像对自己的双亲与孩子一样，百姓们都穿得很鲜艳漂亮，再也没有贫富之别，举国欢心，大家每天走路都笑容满面。公子在用他的一生去行菩萨道，为的只是希望让众生能够寻找到生命的价值，找到真正让我们朝向快乐的道路。佛法从2500年前传至今日，它开启了众生离苦得乐的道路，让众生终于在茫茫生死轮回的大海中找到了依靠。Thank you.
恩，把温暖传递，发愿与佛同行。从故事中，我们能够看到生命处处都充满着受苦受难的众生，所以让我们向智慧与德行皆圆满的佛陀学习，以便能够帮助自己与其他众生脱离苦难。人生真谛何处寻？自信三宝即尔心。
时光总是短暂的，到了这个时候，也表示我们今夜的领奖会已经接近了尾声。是的，正所谓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如果没有我们台前幕后付出的筹委团，相信今夜的领奖会也无法顺利进行。所以在此感谢筹委们把感动带给大家，也谢谢你们让法音弘扬开来。在场的各位，如果想要学习如何自我提升，以及无私付出以便能够成就大众，那就请大家踊跃加入，并成为博大佛学会慈爱院筹委或六大小组执委。现在有请全体筹委上台进行谢幕，请戏剧组上台谢幕。
Thank you.